FODMAPs 其實就係一啲咧發酵性嘅碳水化合物，咁其實比較難消化嘅糖類嚟嘅。咁其實高 FODMAPs 嘅食物咧，有啲乜嘢咧？包括有蘋果啦、西蘭花啦、小麥啊、大麥啊、葱蒜啊呢啲咧，其實都係比較難消化，令個小腸咧即時去吸收。咁因為未必吸收得切咧，就會產生咗一啲氣體，咁就容易有啲肚脹啊等等嘅問題啦。 其實咧，如果真係想去實踐呢一個 FODMAP 嘅 diet 咧，咁我都會建議人哋去揾翻營養師啦，或者真係去揾翻一啲專業嘅人士咧，去問翻點解要咁樣做呢？就係因為始終咧 FODMAP 裏面咧好多高 FODMAP 嘅食物咧，佢本身係一啲有營養同埋咧有豐富碳水化合物嘅食物嚟嘅。咁如果自行去戒咧，都擔心有時可能唔夠營養之餘咧，亦都唔夠碳水化合物供應俾我哋嘅能量，咁個人就會容易覺得攰咯。